这树上的红毛根结得好得很，而且红透了，好红，好红，你看。小时候那儿甘蔗的品种就比较少，就有个红毛根啊、广根啊这些，所以有个红毛根吃都稀奇得很，不像现在的品种太多了。所以现在的那些卖红毛根哈，都只是看中这个皮子，当然还是有的是吃的这个情怀。我告诉你，这我甜不甜？还可以。好甜不甜？有点甜。红毛根就是这味道。嗯，你吃一坨不？不要。不混呀？我不要啊。这个天气口我是整个四大四桶，那种高桶桶。毛根儿。哪个好吃点嘛？都一样的，红毛根儿。红毛根儿。啊，全部是红毛根儿。放点儿可以不？那么我开一个。我上了，上不上？刚才我跑起来上来，我觉得酸得走了。酸不？不酸啊，不酸就好。那会儿干儿你吃了噻，这是人家帮着卖完哈。晓得是我喊不？啊，干了，不干了，2块钱。嗯。不算不要钱。啊？哪个不算不要钱？算不要钱，没有。干了，不干了，2块钱一斤，不算不要钱。哎。哎，你这个是沾自己的招牌哦，就是。你不是叫我也带个藤丝的孩子，这笨的就算了，不能说呀。你要喊他上噻，你说你喜欢吃就买，你不要说不酸，哪个酸是全部酸了嘛？你先喊他上下，有人吃得住嘛，那就买噻，懂了没有？一会儿快点，来牵着口的。这你买的多，容易买糖糖，好不好嘛？好。啊。那几个还给我买玩具。红毛根嘛，都是带酸的噻。好，带过去。哟，你还买些那么干啊？买房子。嗯，好，慢走哈。这饭吃了出来逛街了，还是开张了。这是我把这个呢摆出来，摆个尖尖，好看点。其实这红毛根多漂亮的。你尝。那还吃得住？还吃得着。哎呀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我的天啊！好钱就。2块嘛呀。好多个了。还早，还早，再斤多点。2斤。我也行。好，我帮你带去。带去啥肉？好看。带啥肉？皮皮我的。嘿嘿，妈妈看爸爸好乖呀。好乖，你看看你娃子。哎呀，垃圾客，哎呀。嘿，峰哥。哎。你想整你啥一口？我在转啥事儿？你要回？转啥事儿？快快快！捡干肉去吃。哎，捡个肉。捡肉去吃。称两斤，称两斤。称个屁称。要捡点儿去，捡点儿去吃。到你屋头有没有红毛根儿？没得红毛根儿，没得捡点儿去吃。但我屋边有大东西了嘛。哎呀，你上身多红毛根儿味道嘛。捡点儿去嘛，我称两斤，称两斤。捡几斤就是。不。这个东西，红毛根儿2块。2块，安逸得很。拿多了去吃吃不得。好，够了。来。你不要赚点钱。没得，没得少来的。这我已经赚给你。哎，不要了。耍点不嘛？不耍了，我还给你赚点。哎，这都大过点红点的，那就是。长一根儿。现在黑了没好人出来的。真的是穿潮皮了。哦。你也不该穿潮。好，慢走。啊，那边人多得很。9.9哎呀，加一个10块钱，哎，不就不看了。今晚上这翘街的人太少了，听得出来很多朋友都走南面去逛去了。我马上收拾就走南面去看儿。哎呀，来这个。今天就是我们南七长江大桥通车的日子，你看现在人山人海的来这个彩桥，到了12点以后就正式通车了，人就不能走了，你看，乘车就会闹热一下。你看嘛，这个已经持续一整天了。啊，红毛根儿称点不嘛，2块钱一斤。老买够了，2块钱一斤，不说不要钱。看着没洗的，你还弄个手？5块钱，只能大过的红点的选。5块钱。拜拜拜拜。
一块。红排骨喽，红排骨喽，2块钱一斤喽。红排骨喽，2块了。有3块噻，你看没好买的哒。那接客的嘛，走路走累了，口干了，吃着红包根儿好巴适。你看人家都是买那种棚根儿。哎呀，还得买点干儿呀，当着呢。到了2块钱一斤，到了2块钱一斤。刚刚来这桥给来卖了1块钱，那就跟买只羊肉串儿。你要努力哈，你要想还要吃羊肉串儿，你就继续努力，听没有？嗯。啥客？干了，2块钱一斤，买干了，2块钱一斤。你没买？还没得，没得，再来一个。那你都没得啊？我不走，红白根啊？什么？红白根啊？两块。红白根。一斤喽，这儿吃什么嘛？2块，好，慢走哈、哦。这个皮包都可以，还选点不？7.4，再加一个嘛，7.5。8块。好，8块。要上下午些来的话，可能差不多卖得完。哎，九块五，好，慢走哈。现在是晚上差不多10点钟了，这个挡路的都开车了，车了点12点钟就准时开通车了。我们怕要开回去了噻。这不管我的问题，只是个是干儿的问题。龙多人他都买的人都买几个的，看来这个红包根儿它确实已经是有点点过时的感觉了。前面不是说是人家娃儿没给喊豆头，人又少的原因，主要是哪原因？你的原因啊？我的原因，哎呀。你还说是高二的原因？高二原因，过时了，高二过时了。来里有爱，期望与你一起见证。跨江之文，你看这条桥，跨江之文，在一会儿去看。这条桥跟着走，给通到哪儿了嘛？通到那个方山里面的白台村儿。哦哟，弄远了。是这样，今天有些人走通了。这个网红都在搭桥了。哎呀，巴适得很呀，全长1500多米，单面都是3车道，宽的很，还有这个也有人行道和这种非机动车道这些。哪天你得空了也是来这走进去耍会儿嘛。呀，今天时间来不及了，真的可以来走会儿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是开回去了。我们这个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哈，缩短了两岸之间的距离，像河这边走过来起来就更近了。我们南京真的是越来越建设的好了。